香港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苏畅，我现在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问候你们。在10月5号至6号，我将参加香港中乐团的新音乐季开幕式。此次非常荣幸再次与严慧昌总监以及香港中乐团合作演出，演出的曲目呢是古筝协奏曲《离岸一恨》。曾经在18年前，我就是以这首《离岸一恨》获得了文华杯的少年组金奖。18年后将有怎样的演绎，我也非常的期待。希望新的朋友以及老朋友，我们在香港会面。希望大家来支持这场